还唱得有多大声？不是，哦，真的吗？感染力有没有？刚刚就怎么像一个大型的 KTV 的感觉？真的，对，而且大家都唱得很好哎，而且也是非常好的歌迷朋友，因为很合作，很好控制。对对对，真的不合作就来这边叫唱，不要这样。这大家特别棒的一点就是可以假装是我的歌迷，在我唱歌的时候，这非常棒。大家是不是秀莱玛雅的歌迷？你看。从今天开始变成我的歌迷也很好，谢谢。你的歌迷好不好？就是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个新专辑大家也在等待。什么时候啊？现在正在筹备新的专辑，很好听哦。是国语还是台语的？哦，这次有两首的国语歌，然后其他是台语歌。对，因为其实你现在近几年都开始会放一些国语歌在里面，这样。对对对，因为有些朋友还是喜欢听我唱国语歌的感觉，是好不好？还好没有什么台湾国语啦，没有，完全没有，所以国语歌还是可以稍微唱一下的，厉害，真的。说真的，出新专辑，大家要不要去买一下？哇塞！我跟你讲，我记得你们的脸了，好吧？我看到了，我们今天都有拍下来哦。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秀莱玛雅，好不好？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，祝你中秋节开心哦。